演唱会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慢点，慢点。应该就一个吧。必须做到最好，我当时就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必须做到最好，做到自己能达到的最好，最好的一个状态。舞台老师，所有舞美和舞台老师们就位。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可复制嘛，都是不一样的经历。我18岁的时候我在干嘛呢？我后来想到，我18岁的时候在做乐队。我18岁的时候是在那种地下酒吧里这样甩的。我们乐队在静台中学演出，那一年呢就流行放孔明灯。那时候本来我们都要走了，看到有人卖孔明灯，比如说大家拼钞票买着孔明灯，然后当时不知道你要干嘛，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写愿望。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写的非常大的几个字，就是你想让我们乐队以后能在80000人体育馆开演唱会。没电，人家电闸没开，倍儿燥。这是一个艰苦到连灯都没有的地方。没电了，能排练了。这是我们以前的排练房。然后呢，这个音箱好像也很多年没换过了，这个鼓好像也很多年没换过了，但是我的伙伴们还是也很多年没换过了，很多年没换过了。我个人觉得，我对他最认可的就是琴技。当时我所接触到的所有高中生当中，我是觉得他是我见过弹的最好的。灵魂队长和灵魂人物，对，我们几乎所有的歌都是他写的，对，都是他写的。其实以前很多我们当时排练的时候啊，真的在这个排练房里面热的呀，特别热。现在还有空调，还有空调。我们那时候就光着膀子在这造。对，真的是，我还以为这已经拆掉了。我们本来只是想做一个就是在地下摇滚圈有名的乐队，然后在上海有点名气，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去养我们的音乐，对，关键还是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现在还是啊，现在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有惊喜，拜拜。我们参加了大概有3-4个比较大的比赛吧，每次都真的就是。努力到最后一秒还在改谱子，还在想办法，还是有问题，但是每次都很开心，也都会学到很多东西。其实我并没有弹电吉他，学电吉他可以说90%吧都是因为他。因为当时我们两个坐在那边就想说组个乐队，我就觉得木吉他可能有点拖大，所以就去学了电吉他。我从我们乐队唯一一个女生的角度来看，很少见同龄男生这么淡定和沉得住。当时到初中阶段吧，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呢，问你在干嘛，我们是不是出来吃个饭啊，压压马路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们家里都住得比较近嘛。每次打电话过去呢，他基本上都是10有8九都是说，哦，我是在练琴，我是在什么排曲，就是这种东西，我也不是很懂，就搞这音乐方面的事情。就一个人在外面读书，有的时候还是蛮苦的。经常会想起来他们三个人，经常会想起来很多以前特别特别傻的时候。说真的是帮我
经就挺过了很多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时候吧。后来这个苦逼灯呢也算是比较顺利的放上去了。我问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你后面回答我说这就像我们的梦想一样，我一定要坚持的下去。7:01的时候，带周周先到移到那个后面的休息室，把他的所有的换的服装这些东西全带到后面休息室。1、2、3，炸了！真的好像开一个像演唱会一样的这么大的一个演出了。其实我是真的是紧张的，还是很紧张的。我觉得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上去。我要的光芒，我要的方向，绝不轻易的倒下。我要的力量，我要的梦想，让我变成你的光，我的爱爱爱爱自由的光芒，我要爱爱爱爱自由的光芒。Clear of the doors. The train is delayed.这么多人，因为这是一个直观的感受嘛，直观的感受知道有这么多人去来，就为了看我一眼，就为了支持我。那天飞机还延误了，我们是晚上几点到来着？反正飞机延误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他们一直等着，我就看到他们，我也是哎，好心疼啊。我去了泰国的3台，然后做了当地的那个这个节目，挺有意思，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节目的感觉又特别有这种当地的泰国的这种风情在里面，所以我去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演唱会中呢，就是有很多人会看了这个我演唱会的这个视频啊，会去评价，就是说这个是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个歌唱的好不好。然后当中也是会我看到很多的就是可以说是路人会说，有的人会说好，就会说不好。然后我也会从当中去看，就他们这些提的意见，可能有的人觉得啊，你这个歌这个状态可能是有点太过了，或者是这个状态你可以再放开一点，我就会去吸取这些教训，然后去改进这些东西。泰国这一场其实是我这几场演唱会里面唯一一场带病演的一场。然后就是天一冷一热，没有生病。今天晚上要捂着被子睡睡觉，出点汗。那桌子挺好缝的，全缝了这塑料袋子。因为泰国冷气特别足，我们到了每个地方都是让他说能不能把冷气关小一点，然后能不能给我们杯热水。我每次给他这样讲，然后泰国的朋友都会很吃惊的问着啊，对，但是那次真的是可能是冷气太足了。上场的头彩排的那一天开始就我发现他感冒了，就开始流鼻涕，不太说实话我就觉得不太理想。
喉咙发炎，然后有一点点发烧，然后头又特别疼，然后胃也特别疼。我这一生病，我就连带着一块来，你知道吧？不生病就挺好的。然后那一场就是整的，唱之前感觉就喉咙都发不出声音，特别特别疼。但是，还好的是，我觉得现场，我觉得他还绷着那根弦，我觉得现场还算完成的挺好的。直到我上场之前，我还是那个状态，还是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对，给现场的这个热情给点燃了。这个演唱会充满了坎坷。25号就演出了，23号签证还没下来，乐队都没过来，没法过来排练，都要演出了，乐队签证没下来，我演什么呢？我有一个人上去唱吗？就25号的演出了，我演出了，我现在要彩排了，就是还什么都没到位。然后到24号的时候呢，我就早上我知道乐队过来了，然后我终于就放下一颗这个沉重的心，终于我的这个老伙计们来帮我了。先试一遍吧，试一遍。那拿着话筒，然后让那个 dancer 上来。对对对，让他上来。对。dancer 前面不是那个有跳那个舞吗？就街道光是吧？前面有什么舞？前面有个 opening 那个 light 那个舞是吧？静下心来。首先先别急，然后比方说碰到什么困难，这件事情啊这么做不行，那马上就去想办法啊，那换个方式，另外一种方式行不行？直接就是那个光，直接就大量的起来去解决。你要是光杵在那儿，然后什么都不做，然后说好难啊，这个关我过不了了，那我觉得那这关就真的过不了。可能大家看到啊，在舞台上光鲜亮丽，那一刹那，其实那背后都是，无论是我还是我周围的帮助我的人，都是我们非常艰难、非常坎坎坷坷，然后才有的这些大家看到的光鲜亮丽的一面。妈呀，全是汗！哎，我觉得今天晚上回去一定能睡个好觉，倒头就睡。加油，加油，加油！李卫中，然后他们一直在叫，一直在下面叫我。许卫中，许卫中，许卫中，加油，加油，许卫中。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的特别幸运的人，首先是我完成了这么多我本来自己心目中的目标，然后也完成我自己就是那些当时
年少时候许下的梦想，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有那么多支持我的人，有这么多我的粉丝们去陪伴我，去鼓励我，去关心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我最大的幸运。很多东西没法去，没法去改变，因为处于这个大环境下面。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对，就是这样，坚持。我要坚持。舞蹈我真的是尽力了，我也不打多少分了，反正我尽力了。我刚开始对这个街舞其实不是特别感冒，因为我是跳拉丁舞的，很多街舞的这种感觉啊什么我不是能马上去把握到，所以我也是尽力的去琢磨，跟着老师学，跟着老师跳。我记得第一场北京的舞蹈学了好久，学了两个舞蹈，后来这场演唱会就三天基本就舞蹈几个舞蹈都一块学完了，就那两天之内要把三个舞蹈学出来。我们浩哥，这个怎么可能跳得下来？太长了，他说这个，我只能硬着头皮上。这三天半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街舞啊这样子的这个舞蹈，而且时间那么长，把它的那么快学下来。那两个舞一直跳，跳错了马上再跳，跳错了马上再跳，直到跳对了为止。一遍遍跳吧，这个东西跳舞这个东西就是靠磨出来的。我当时排练的时候就是一遍，这边跳了啊不对，这个地方这个动作不行，再跳一遍，跳到好不看镜子，再跳，然后越跳就越放松。眼泪。唱自己喜欢的舞，唱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做的样子，走自己喜欢走的道路。我要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进步，进步，再进步。我如果能做到100分的事情，我一定以200分的目标要求自己。
没有这个幸运的话，就没有这个机会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的话，这个幸运也就只是个幸运。就在前一段时间呢，周周个人捐助了50万元，成立了关爱助盲公益基金。这也是首位90后青年艺人个人出资建立的爱心公益基金。今天开心吗？开心。开心啊！哥哥，我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志愿者，然后有一天他告诉我，就是盲童这一块呢，就很少人去关注，然后呢，他们也特别困难，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个力量，然后我觉得应该去帮助他们。我希望大家也能把这个温暖传递下去。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是大家一块儿抱成一团，力量就是最大的。谢谢你们。送给你的尤克里里哦，要每天都开心，听到没有？哥哥加油！加油，你也加油啊！你也要加油。没什么能够取代眼中的荒诞，没什么能够记下这世界我的存在，我可能只是一粒尘埃，飘渺在世界线上无法等待，不知为何等待。我明白世间的真爱只因你一个人存在，受伤释怀之后全都由我承担，我只是一粒尘埃，渺小却守护我的爱，或许有一天我能给你温暖。或许有一天，我能给你温暖。他们一人拿举了一个这个手幅，然后上面都是我的歌词，一个一个字，举着他们大型提词器，他们举着我唱《尘埃》的时候举的这个手幅。我觉得准备的太用心了，真的太用心了。其实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应援，我都是这个感觉，我自己的情绪都难以压抑。然后他们也特别开心，特别兴奋，然后但是还是特别有秩序的，为了我去完成他们的这个应援，我觉得棒棒的。开心啊，骄傲啊，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因为就是爸。我很荣幸能够来看周周第一场演唱会，然后我觉得我以后会陪他走更远的路。我觉得周周应该为了这次演唱会准备了很久，我们也很激动，会一直陪周周走下去。谢谢周周，我们爱你。周周从第一场到那个最近的那一场，进步真的非常大，尤其他英文歌的那个进步真的是超级大。从第一场北京场开始就一直跟着你，然后到了最后一场，这一路走来知道你经历了很多，然后你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我很多时候啊，我自己也在想，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这么喜欢我，真的是凭几句在机场的闲聊，还是说在微博上的互动？肯定不是，即使试了也不会长久。我觉得我应该带给你们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一种向上的力量，这才是偶像。视频那边能出来俩人给白个提词器吗？心里有点害怕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在那个上海大舞台，我在上海大舞台第一次彩排的时候。
加回来呗，放个加回来。然后呢？这档我在哪？我彩排的时候状态不太好，然后好多歌唱好几句话我都唱跑调了，有的唱跑调了，有的唱破音了。当时因为嗓子感觉没打开，然后彩排下来感觉就特别不好。碰啪碰碰碰啪碰。你刚才遇到的挫折，遇到的人生挫折，我现在伤心到变形，我觉得伤心到变形了。刚才排练状态不是很好，唱跑调，上来唱跑调。跳舞也比跳好两步。我今天就上了各种鱼，各种游泳圈，各种。哎呀，我们是今天上来就唰唰唰太紧张，没有放开。待会儿要连排，我一定发挥出我应有的水平。唱歌呀，怎么跑调了？精益求精嘛，这个东西必须得做好。周周加油！加油！加油！周周加油！加油！加油！周周加油！保持给一个节奏。老师，给个动作。来，你跟我们学啊！拍你了，老师来给你们学。多去尝试一点不一样的风格，然后也能就是让大家看看就是不一样的我嘛。他们一直说周周敲个鼓吧，敲个鼓吧，然后我说，那既然你们那么想看我敲鼓，那我就敲吧。我觉得看到他们能这么开心，能这么为我去觉得高兴，我觉得真的是特别荣幸的。B-box 其实是我也是高中时候那时候玩音乐的时候接触的风格，然后音乐的小技巧，自己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特长展示给大家看吧。真的是非常，这种感觉无法形容，我都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就我爸妈跟我说我外婆可能身体吃不消，然后就没有办法来看演唱会。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说你要来看我演唱会啊，我到上海来开了，你到上海
上海来看，让他知道知道，伊拉个外甥，平时想到底来做啥啊？做的好不好？我想让他感到自豪。真的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些无论是坚持也好，对别人的关怀也好，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外婆。哎，阿伯，你们骗我！阿伯，我唱的还可以吧？我唱的好吗？然后他看了我，看完我演唱会之后，就我能感受到他是发自内心的，他说：“哎呦，你还能做事情。”想到了我和你在那一天晚上，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消失的模样，却后感伤远了又望，淡淡的微凉。但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系的光芒，再也找不到距离你的方向，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有人说我成了你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其实你们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拍完我走出到门外，我就看到他们站成一排，然后就是跟我说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我也说不辛苦不辛苦，其实是他们辛苦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从今天起啊，我就不是单身了，因为我想和你们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今后的日子我们互相陪伴，一起走下去，好不好？我当时说，我一说出，我说我要谈恋爱了，我说出这句话，我感觉他们就全场都是都一下子说不出话了，不知道他们一下想退票，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后来再给他们表白吧，是吧？其实我算是一个挺不会说话的人，因为我一直想感谢他们，但是我也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最后感谢你们对我一路的陪伴，我也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也会越来越好。千里迢迢跑了好远来看我，没有你们我觉得我这演唱会也开不成，没有你们来看，没有你们来听我唱歌，我唱给谁听啊？我这人虽然记性不太好，但是我看人有的时候还是挺过目不忘。来接我的机啊，送机啊，然后可能在我排练很晚还在外面等我呀，我都会看到，我会记住他们。就是恰好的时间，恰好的人，恰好的完成，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恰到好处的。他们可以看到你吗？他们好像是我的星星，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然后支持我，感觉很复杂的心情。这首歌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初衷，我希望我们一起向着光亮的方向。蝴蝶被光照耀着肩膀，掀起另外半球的巨大海浪，好似交响。蚂蚁们举起石头，也成群结队飘过雨前河流，手牵着手。这一场亚洲巡演是我人生中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我真的特别幸运能遇到你们，也特别幸运有这么多在我身边帮助我的人。最后我希望能把这美好的画面留念下来，跟我一起来拍张照片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头发捋捋好。三二一，好，我再站起来来一张啊。三二一，今天是明天的开始，每天都不一样。许魏洲的演唱会还要开第二次呢，谢谢你们，还有第二轮巡演，还有第三轮巡演。这一路走来，酸甜苦辣，样样都有，真的是何其有幸，三生有幸，能够遇到你们，能够遇到你们这群可爱的人来帮助我，所以这一百分给你们。Tired? Yes, sleep. I know. It's only beginning. 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以后能更好，然后你们也会看到一个更好的许魏洲。中行走，瞳孔里有一个世界，有一整个宇宙。你是新的树木，是现在小小山丘。
这段千万不要放出去，放出去掉粉。为什么？真的吗？你听。来，石军。哎呦！告诉我呀，三分。跟以前当年不能比，当年他那个框可以扣篮，你知道吗？当年这是我们，以前能扣篮，我以前真的能扣篮。对，这边最矮的框他可以扣篮，有一个这样子。最矮的框，就是这个框是斜的，是吧？打完球再去网吧，网吧好再去，再去吃什么？你们讲点，讲点积极向上的啊！我们讲的，哎，还有吧，这个我们给我女朋友一打完篮球回家就一起做作业，这什么东西啊？这是，知道吗？太假了，太肤浅了，偶尔露一下就可以。那你说你喜欢？天天露都不行，对吧？看光了，我们要保持文艺的气质。懂吗？文艺。不是他们一直就想要那个什么？喜欢他。是的。我叫他拿个金色的鞋。来，我拍一个。哎呦，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逗，我一直想给大家讲，没有机会。有一天我们在北京场的彩排，然后，去彩排的现场，去排练的现场，然后我们车到下车过后，他车上也睡了一觉了。然后我说：“哎，你想吃啥呀？”我说：“我去买中午饭。”然后他特别认真地告诉我：“啊，我没吃饭吗？我刚刚不是吃了好多东西吗？”我一个问号问我说。没吃啊，我说刚从家了到这儿，他说哦，我刚在梦里面吃了好多东西。我手机里面特别多他睡觉的照片，各种学校的睡觉照片。哎，毛领啊！就是送你一件吗？对啊，我跟你说有诚意的，你像阳光，就是你那个屋里那个福气，洒满了我的脸庞，我的心在此刻荡漾。你的爱温暖着我的胸膛，多押韵。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不是衣服裤子都坏了，换衣服还拍吗？要不要？要不要？卡。